下车。今天是6月10号，距离我20岁还有5天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准备要排练了。我们这次是14号的演出，然后只有几天的排练时间。悠姐。结束啦 ，Day One， 拜拜。Day Two，Today Day Two 排练，现在是4点多。忽略我这个领口超级大的 T 恤。You Day Day Two。哎呦。自信的自己，自被疯狂，自信。
先生，然后明天我们就不在这个排练室，明天我们在就是正式的场地。我们现在回家了，今天排练完了，拜拜。这个今天的场地真的好好看，就是风很大，然后太阳也很大。车车车，车大就好啊。路被过的时候，这些外边这个。收工了。
今天还算挺顺利的吗，导演？很顺利，特别好，唱的也好。哇，六三，二十三。Fixable, I still want you.